才去找土皇帝喽。恩施土司城位在张家界里头，是中国境内的一个土家族的文化景观园区。不是土司啦，注意哦，注音输入法，别害我。里头介绍了土司王制度，那土司制度是历史上中央封建王朝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归属中央、权力自治的一种政治管理体制。土家族地区的土司制度起于元代，直到雍正十三年为加强中央统治，实行改土归流政策，才结束了并历代皇帝头痛450多年的土司政权。土司的土地不归中央管辖范围。这里是张家界的一个土司城的特色景区，那我们现在来观看吧。哇，这有一条龙，那这是说明了所建的土司城是仿昔日风情的建筑，但依旧可以感受到当年土司王有多嚣张了。介绍到这边咯，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